这株植物长得超奇特，下方是一大层翠绿枝叶，花朵是鲜黄色的，中间的花梗长得又直又高，高过派出所的招牌，连旁边的电线杆都被比下去。谁比较高？这株植物是龙舌兰花，就种在云林林内乡重新派出所的大门口。所长说，种了五年多，今年二月突然长高开花，让派出所变成观光景点。附近的居民都慕名而来欣赏拍照。蛮快个才大长，啊，这怎样？这下面会不？唔知了。但所长也为了它更加忙碌，因为龙舌兰叶片顶端有尖尖硬硬的刺，还会流出汁液，千万碰不得。小心。不要碰到这个。附近幼儿园老师带小朋友们去看花，孩子们兴奋的想靠近看清楚一点，所长赶紧阻止。因为它的叶片周边都有刺的，这个有长出一些刺出来，不小心去碰触到，然后我们会手就会受伤以后，如果里面的汁液会碰到我们皮肤的时候，那你就会有那种发热发痒啊，甚至过敏，还有起水泡的一个可能性。专家说，龙舌兰的汁液有毒，会刺激皮肤产生灼热感、发痒、出红疹、起水泡，不能吃也不能碰到眼睛，碰到时也别惊慌，用大量清水冲洗就能减缓不舒服的症状。